小姨买的我们的第一次玩不，小学妹都不得玩哦。来来，这里转这里，好多球球是不是？来，来妈妈跟你玩哦，来抓起来，蓝色的小球球，再抓一个黄色的，这里。哎，你还有粉粉的不？粉粉的我不要，虽然我擦过了，但是也不要咬啊。来，粉粉的，咦，就来啦！噔噔噔噔，咦，这样跑，你看那个跑三个怎么跑的？嘿，跑两个我都跑不了，跑三个，嘿，嘿，嘿，看这个美女一大早。哎呀，辛苦啦，还要背着他煮早餐。他又不睡床，又不睡车，还背。你去跟小航玩，我来。不用，你不会操作这个。你教一下我嘛。可是他这个电磁炉的火力不是像煤气灶那么大。等一下，看你不会弄。可能也要那个学一下的这个。带好小航就行。我小航也想睡了，他睡了没有？睡了，应该睡了。哦，睡着了。早上怎么喂他都在那里叫叫叫，一背就睡，已经习惯了，也没办法呢。你一个人你不背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上厕所都要背。上厕所要背，吃饭也要背。没有人愿意去背他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办法。没有人带。你说像别人买，人带着怎么样，或者小孩他不那个哦。乖一点什么呢？说实话，小孩是我们自己的，别人也没有义务说帮我们带。对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老人，对吧？对对。所以说，哎呀，自己的小孩自己带，幸福辛苦一起体会。对。每一天早上，我看见小孩对着我笑，我就感觉什么都值得。啊、对，都值得了。希望小孩健健康康的就好了。这几天又冷。对对对，我也希望他好一点。希望他们好的，有挨过一次我都怕了，哈哈，真的是咳嗽，手足无措的，又咳嗽又流鼻涕，管他的了，健康就好了。随便炒个菜，我们等一下出去带小孩去玩一下那个。好的，那你辛苦一点哦。没事。我感觉自从做了妈妈，那个都变成那个大力士了。以前教你。对呀、啊，这也不会，那也不会。对，现在你不会的要会。我老公已经习惯了，我老公反正觉得我啥都会。对，啥都会也不是说不累呀、啊，他也累呀、啊，也需要安慰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昨天真的是累惨了，昨天。没事，哎呀，休息就好了。慢慢就会好起来了。对，小孩长大一点就好了。你心里安慰一下吧。好像每一个妈妈都是这么心理安慰的，要不然怎么办哦？对对对，我去看小航了。嗯，去吧。你个傻家，你个傻小子，你在笑啥？啊？你在笑笑什么？啊？好玩吗？小，你丈母娘家好玩吗？好玩，不回去了。哎呦，妹妹在这里翻抖。哎，在这里，球球在这里。嗯，哟，还有这种好吃的、啊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哎呀，很多口水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咦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等一下，妈妈削苹果给你吃啊。嗯。板栗的也好吃不？嗯。来抱着我呗。对，表弟想要你抱啦，抱一下啦，哦，叫姐姐抱一下。姐姐不会抱这么小的，你老是抓姐姐干嘛哈？打表姐嘛。你老是抓姐姐干嘛嘞？我想跟你们这些老年人玩。老年人。嗨，姐姐和表姐过来跟你玩了哦。还带了好吃的过来哟，会不会抱？不抱，这个抱吗？哦，这样子抱。
拿一个手拿住下面。你们要有阵子。真的，热热的，热热的，热热的，抱起来，反正不舒服。抱住我，真的。那不是口水吗？咦，表姐抱你是吗？这么好笑，你看。抱。表姐还不熟，还不会抱小孩子的好重。有你这么重吗？啊？不要了。他又想要你抱，他想跟你玩。不想跟你玩。你带着这里面去玩球好不好？啊？你带着这里面去玩球。表姐手无足措，不知道怎么抱，想抱又不知道怎么抱。那就去里面。去里面去跟他玩，他可以坐在里面的。他已经坐不住，动不了。你拿球跟他玩，你拿球跟他玩啊。对，动不了了。妹妹，你洗好澡啦？哟，小妹妹，洗好澡，洗香香了啊。你下来啦。洗得香香了，这个才是干爹吧？对，刚才打了个招呼了，哦，那是干爹吧？姐姐，那个是丫丫姐吧？啊，那是干姐姐啊！有个干姐姐了。哦，这是什么表情啊？哦，进去就可以了。进去就行了，就进去就可以了。那不还有应该有点野。哦，你进去就可以了。应该没有吧？真正的跨进去的人啊，那你就跳进来吧。跳进去不行了吗？丫丫姐，你长那么高，你还怕进不去？那跟姐姐玩了不？拿球跟她玩，嗯。姐姐喜欢跟那个会跑的，这个太小了，都不知道怎么玩了。又听不懂说话哦。你想不想去？想不想玩？我也跑不。看看好不好。你也抛起来，弟弟。你也抛起球起来。你想怎么接？我想接。接不到两个人。我用。来了吧，吃饱饭了啊、哦！吃饱饱了呗，好宝贝，两只老虎，又不是逗你，你笑啥？一只没有尾巴，一只没有眼睛，真奇怪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真奇怪，真奇怪！你妹妹也笑，妹妹笑无声的，妹妹。有声音，有声音。哎，这样子的，弹棉花嘞。就是要听旧娘版的弹棉花才有用哦。这种走调的好听哦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挂在空中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。你看我妹妹呀、啊，妹妹呀、啊，做一下操好不好？我们做一下操好不好？妹妹呀、啊，妹妹呀、啊，笑容，你进来没？小航，你进来玩吗？好宝宝，你进来没？进来跟娟娘玩。五只猴子荡秋千，被人抓着我了。两个人不能在一起的。拿这个来垫一下，然后甩。又这首歌不好听，换一首。娟娘，你回去有没有学到新的？来唱一首。妹妹，你的吉祥起来。教我一首新的呀，你说。阿门，阿天，一个不怕输。阿门，你的钢棒呀，哦，你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像往后倒一样，像往后倒一样是没？啊，像往后倒一样是没？
今晚上跟舅娘回去了，我背你回去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拿奶粉回去。打包回去啊，这个也打包回去好没？这个啊，你看这个笑的，打包没？打不打包？一起打包回去好不好？好不好？